我有一个朋友，在这里我们就称他为李。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，突然去年来了个长途电话，说是想看某歌星的演唱会。虽然这演唱会的票子很难找，可是我还是想尽了办法找给他。我们约好了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当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。本来就很瘦的他，现在怎么只剩下了一半？他的头发又干又黄，脸色又发黑。他一直跟我解释说，这一年多来他病了，可是现在好多了。他还带了一盒枇杷给我，说是从台湾特别带给我的。我把枇杷放在车厢后面，却忘了拿出来。几天以后，我打开车厢，发觉枇杷都烂了。过了几个月，台北传来了李的消息，他死了。死以前，他不太愿意见任何人，他们都说他是艾滋病死的。忘了说一件事情，就是那次李还介绍了一个他的朋友给我认识，叫卢。人长得高高大大的，今年我居然接到了他的电话，又是要看演唱会。虽然和他不熟，可是看在李的份上，我还是答应了。可是他居然还要求说我要看哪一天哪一场的，我心里想，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客气？等他来了香港来拿票的时候，我也不客气地告诉他说，你要晓得这是我找人排队去买的。而且我买不到你要看的那一场，要不要随便你了。当然他还是要了，而且还约我在同一家咖啡店见面。我不想和他喝咖啡，就说那我们在门口见好了。那天我还迟到了，门口也不能停车，我急得不得了。突然他敲我的窗子，我摇下了车窗，把票递了出去。卢急急忙忙塞了钱和又是一盒枇杷给我，我连忙说不要了不要了，可是他已经跑走。我一抬头看，我居然看到了卢魁伟的身子现在只剩下了一半。他急忙地向前跑，身子在风里面飘呀飘的。我愣在那里，许久许久都没办法动弹。我心里觉得好抱歉，为什么我会对他那么不客气？如果一个演唱会能够带给他快乐和一些美好的回忆，卢，请你不要忘记明年再打电话给我。真的是觉得好抱歉。不再给你